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沙加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九份旁边金瓜石的黄金博物馆，就这样。那我是第一次来到这边，所以有请馆长为我做介绍。好，我们赶快走。哇，好香的味道啊！请问这个是我们博物馆最有名的矿工便当吗？你们这是馆长吗？啊，对对对对，你好你好，欢迎欢迎欢迎，请坐请坐请坐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因为我今天等馆长等太久了，我已经等不及要吃这个矿工便当。便当太香了，可是，在展场是不可以吃便当的。来，我帮你收起来，等一下跟馆长一起吃。好好，谢谢。哇，展场走进来就好像走进矿坑一样，而且又拿着这个灯，感觉要去采矿的耶。对，所以进来之后，你看到整个黑色基底的设计，就是模拟你进入矿坑的感觉。哦，那看到我们这边所有的展示柜，这个六角形就像是采矿的晶体一样。啊，真的很有巧思耶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现在看到的黄金馆，其实在开馆15年来，这是我们第一次首次做的更新，所以是全部更新所有的展品，还有所有的展示空间。哎，馆长，这个是什么啊？现在你脚下看到的是这次我们特展的一个重点之一。这整个步道呢是一个模拟实境的步道，底下就是我们金瓜石矿山的矿脉模型。哦，好酷哦！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以前的矿脉，在以前挖矿石、挖金矿的时候，它整个矿石矿脉的演进是怎么样。哇，馆长，我好喜欢这里哦。我来过这么多博物馆，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的设计，超级有创意的。没有错，其实像我们透过数位投影的技术，还有 3D 列印的模型，我们可以看到以前金瓜石繁荣的样子。这里面呢，包含了有从戏院到老街、学校，还有神社。我们可以透过投影看到以前大家生活的样貌。嗯，很可爱啊。这个椅子好可爱啊，好想拔回家哦。哦，这椅子没有办法带回家，但馆长可以带回家。哦，真的吗？馆长可以带回家。很特别，非常特别。那现在整个矿石墙呢，就是整个世界矿石的一个缩影版。里面你可以看到，不只有金瓜石矿山的矿石，还有全世界各地美丽的矿石，五颜六色，像这个很像花椰菜，对对对，对，又很像香菇一样，然后颜色这样，好像有毒一样，没有错。还有那个啊，也很像巧克力薄荷冰淇淋，有，对，你现在看到的都是。因为金属矿床在形成的时候，它所产生的结晶，所以每一种金属矿石在结晶的时候，它的结晶颜色都不会一样。像我个人最喜欢馆长推荐的就是这颗。馆长推荐，哎，这个是海胆，对，海胆，一看就觉得是乌尼山上的海胆。所以其实，在整个金瓜石，它蕴藏了很多各种不同颜色的金属矿石。不可以开闪光灯哦。不好意思，不过这些黄金都在这边挖到的吗？没有错，这边所有看到的黄金都是自然金，就是以前的人呢到基隆河流域，他们自然淘洗出来的黄金，称为自然金。真的哦，那我也想偷偷看呢。